你對藝術有研究，啲藝評人成日講咧，做藝術品咧係要有顛覆性先好。啱啊，藝術作品一定係反傳統、有突破。譬如畢加索嘅立體主義就係啦。咁啊，畢加索啊出名啊，唔出名嗰啲藝術家佢就用顛覆手法去做呢個藝術品。咁啊，成功佢就出名啦嚇，推陳出新。 唔成功咁啊，下次再颠覆过咯。但系政治上就千祈唔可以啦，因为颠覆又推翻政权嘅意思，一次都唔好试啊，因为系犯法噶。2021年1月6日，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筹备宣誓就职。 时任总统特朗普嘅支持者闯入首都国会大楼，试图阻止认证大选结果程序。事件导致5人死亡，包括1名警察。混乱中，1名女性平民喺国会大楼内被警方开枪击中。事后，美国政府马上进行大规模检控行动。 直到2022年年初，已经有725名涉嫌参与国会暴乱，其中71人被判刑。反政府组织誓言守护者以及骄傲男孩以起义之名，实行有计划颠覆国家，好多成员因而被定罪。2021年5月20日，美国众议院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 试图起诉前任总统特朗普。事件说明，任何主权国家当面对有组织颠覆政权或者破坏瘫痪政府运作嘅时候，一定会严厉执法。CM啊，其实乜嘢先算系颠覆咧？ 我啲中文就唔算話特別叻，不過就咁咧字面嘅解釋，顛覆我嘅理解咧就係將一啲既有嘅制度又好、系統又好，推翻咗佢，重新建立咗另外一啲嘢。咁即係如果我哋講顛覆政權，就即係推翻或者破壞一個政權，咁咪算係顛覆政權係咪咁樣？我嘅理解就冇錯啦，就要破壞一啲現行嘅一啲制度先至可以嘅。咁啊，國安法裏邊咧有一個罪名就係顛覆。 政权罪，咁我记得咧，头嗰几集系咪？我哋有专家嚟讲，即系国家嗰个定义，四大要素之一，其中一个就系政权，冇错，系咪？咁所以我都可以理解，如果系推翻同破坏一个国家嘅政权，本身就系一个构成国家安全嘅问题啦，即系如果套翻落去。咁但系咧，咁我又想咁样问啦，政权嘅一个更替。 咁啊，國民如果唔係好滿意嗰個國家嗰個政府嚇，咁啊要佢換人咁樣，咁算唔算係顛覆政權咧？我個理解咧就係，如果你要顛覆一個政權嘅話咧，即係話一個現有嘅合法嘅一個政府咧，無端端你要佢拉咗落台，重新嚟過，咁呢個似乎對喺法律上面咧應該都係違法嚟嘅。咁我哋。 睇下呢一個外國例子先啦。你記得我之前講分裂國家嗰陣時咧，就講過西班牙嗰個加泰嗰件案啦。咁我睇過佢嘅判決咧，裏邊都有講到咧。其實西班牙咧，佢嗰個刑法典裏邊都有一個罪名咧，係牽涉到用武力或者用暴力去推翻現政權，都係一個罪行嚟。咁所以。 西班牙本身，我都睇到係有咁樣類型嘅罪行。你頭先就舉咗西班牙啦，我記得喺美國其實都有啲類似嘅例子喎。
譬如在2021年的年初啦，當時就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就出來了，在美國國會山莊就大家在點票的時候，有些民眾就不滿個結果，雖然個結果都未出，但他們已經不滿個結果啦，亦都希望可以影響到個選舉結果，所以就衝擊了整個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嘅，導致有人命的損失啦，有人受傷啦，亦都有很多拘捕啦，我記得成超過700多人被捕嘅，咁佢哋嘅被捕控告嘅罪名咧就係一係就係暴動啦，一係咧就係佢哋叫 insurrection 啊，就係起義啊，直情係。咁佢就每個國家嘅法律都唔同嘅，咁香港就冇一條叫起義嘅刑法啦，但係佢哋有嘅，咁就係用一啲武力嘅方法去 insurrect， 就去推翻一啲政府嘅制度。咁所以咧就有700多人以上拉咗啦，咁亦都有判咗刑添嘅。我記得最重嗰一位人士咧係被判3年以上嘅有期徒刑嘅，咁同埋佢哋被捕之後咧，亦都係冇得保釋嘅，因為一路捉住咗之後，因為呢啲咁嚴重嘅罪行咧，就冇得保釋嘅。頭先你提到美國嘅例子同埋之前西班牙例子，好似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咧你推翻個政權，如果是牽涉到武力和暴力呢，那就一定是一個罪行。沒錯，沒錯。那我們不如看看我們香港國安法裏面應該是第22條，是不是？是。裏面所說在香港的顛覆國家政權罪要怎樣才構成一個罪行，好嗎？好啊，不如我讀給大家聽啦。嗱，頭先啊 Thomas 提到啦，國安法嘅第22條咧就是有關呢個顛覆國家政權罪嘅，任何人去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而志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咧，就是犯罪噶啦。咁、那個條文亦都講咗以下嘅情況嘅。第一咧就是推翻破壞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啦，推翻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機關。嚴重去干擾、阻撓、破壞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政權機關履行他們的職能，又或者另外一類咧就是攻擊啦、破壞啦香港政權機關履行場所佢嘅設施啦，令到呢啲設施冇辦法正常去運作咧，呢一啲咧都可以係涉嫌干犯咗呢一個顛覆政權罪嘅。裏邊咧構成呢個罪行，頭先你聽啦。裏面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嚇，我頭先已經聽到有好幾個因素，咁但係咧國家政權本身咧，即係佢要履行一個要行使佢嗰個政權，必須係第一佢要有個國家權力啦，咁同埋要透過個國家機關去行使嗰個權力啦，即係譬如你嗰個政權機關所為，咁所以聽佢頭先嗰個條文所講咧，就係任何嘅行為如果係即係顛覆嗰個國家權力同顛覆佢嗰個權力機關，或者你做任何嘢令到佢做唔到嘢，即係嗰個機關係根本唔做到嘢嘅嚇，你可以破壞佢場地啊，或者係令到佢唔能夠履職，都係構成頭先你所講嗰個顛覆國家政權嘅一個行為啦。咁但係咧，好緊要嘅我就聽到咧，就係有幾樣嘢喎。頭先我哋講喺外國例子。必須要有的就是武力或者暴力，是不是？所以剛才你說了，透過合憲和合法的行為去要求政權交替，這個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絕對沒有問題。在我們的國安法裡，除了暴力、武力，還多了一個叫非法手段，是吧？沒錯。非法手段，我的理解就是，譬如你就算沒有武力、沒有暴力，但是你有一些非法行為，例如你煽動嚇，煽動係一個罪行嚟，即係你走去挑撥嚇人民嘅情緒，等佢係憎恨我哋嗰個政府或者政權啊，或者挑撥譬如一個國家或者香港裏邊唔同階層嘅人啦，等佢自己憎啊嚇嚇，咁呢啲咧都係一個非法行為。如果用呢個手段，再加埋頭先你講嗰幾個行為咧，都可能係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我都同意 Thomas 呢個分析啊，即係第一嗰條罪行本身咧個門檻係高嘅，即係如果你諗下一個普通市民，你個
個理念啊，個動機唔係要去顛覆呢個政權嘅，純粹係想去同呢個政府講啊，你可唔可以做好啲啊？希望你個施政更加幫到市民啊！呢個冇可能係顛覆政權嚟嘅，所以個門檻係高啦。第一點，第二點咧就每一個國家咧嘅法例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就頭先我提到啦，美國佢未必有啲完全係咁嘅條文嘅。所以剛才 Thomas 提到在香港的《國安法》的22條之下，你是用一個武力或者一些非法手段都是的。那這些是不是其他國家完全一樣？也都未必完全一樣的。不過都是奉獻大家市民一句，就是如果你的目的不是要來去干擾政府的，令到它正常運作沒辦法做到的話，其實俾一啲意見政府去改善佢嘅施政咧，我真係睇唔到有咩問題。嚇，頭先你提到嗰個前提係武力、暴力或者非法手段，跟住旨在顛覆政權個旨在，即係主旨，即係你嗰個目的，你做嗰啲嘢個目的係要嚟顛覆嗰個政權，先至可能會構成呢個罪行。咁所以咧有一個問題咧 ，CM 之前坊間都好多人問噶啦，佢話。如果我出去喺街度，我叫嚇、啊、公開咁叫結束一黨專政咁樣，咁會唔會違反呢一個22條咧？嗱，因為你要知道根本制度啊嘛，係咪？咁你又點樣睇咧？嗱，呢個真係一個幾複雜嘅一個法律問題嚟嘅。咁如果我自己嘅分析咧，就係、是你係要求去改變一個基本制度，如果我哋純粹去討論作為一個學術討論咧，可能就冇咩問題。但係如果你真係去策劃實施，而個志在目的，翻返去頭先講，你個目的其實係要顛覆呢個政權嘅話咧，可能就會干犯呢個罪行噶啦。咁所以咧，我都係咁講啦，就好難話我純粹講一個標語出嚟，呢個標語係犯法與唔犯法。不可以咁簡單嘅，要睇下點解我要講呢個標語，點解我要嗌呢個口號，我背後嘅動機係咩係重要嘅。年輕人對社會一種熱情，有種投入感，總希望咧係推動社會進步。希望我哋嘅政府做得好啲，啱嘅。呢個動力係推動我哋社會嘅進步。但係無論如何，我哋都有一個底線，就不能犯法。犯咗法，我哋乜嘢都做唔到。係咪帶嚟社會進步呢？反而害到自己都未定嘅。咁所以我哋有熱誠，有衝勁，推動社會進步，我哋需要靠你哋。但係千祈唔好犯法。狄志远，现任立法会议员，新思维创党主席。狄志远曾任民主党创党成员和副主席，亦都是1991至1995年首届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员。在2021年12月立法会选举之中，狄志远成为立法会中唯一非建制派人士。他是资深社会工作者，拥有丰富青年事务的公职经验。今天很高兴，阿迪非常欢迎你做我们今天的嘉宾。阿迪，想问一下你一些问题啦。是。你是一个这么资深，在从事公共事务这么多年的议员，也都是新思维的主席。是。那你对一些社福界的一些政策一定很有你的看法的。那当你去推动一些社福的政策和政府去沟通的时候，你會用一些什麼方法去推動呢？是，我現在就剛剛上任做立法會議員，我們就作為一個民意代表，就跟政府有時會紀律力爭的。我也是新思維一個政黨的主席，我都會帶著我們的黨員，有時會就是訴求啊，有些需要就向政府反映。這個過程裡面呢，就當然有時會跟政府談合作。咁有時有啲嘢，我哋覺得以為政府好似唔係好尊重，或者個睇法同我哋有距離喎。咁我哋會有啲大啲力度咧去表達我哋意見嘅。咁啊，譬如遊行啊、示威啊，咁我哋個個都參與。咁就算話啊，
啲國安法會唔會限制咗我哋啲諗法咧？我喺我個經驗嚟講就冇嘅，即係我哋認為要啱做嘅嘢，我哋就會即係積極去爭取咁咯。咁過往咧，即係你以一個資深社工同埋你作為一個政黨嘅一個領導層，你過往曾經做過嘅一啲希望可以逼到政府啊，喺某啲政策上邊可能要修改啊，或者點樣嘅嗰啲行為，你過往有冇曾經擔心過係會違法咧？嗱，我哋辦事都係根據法例做嘅，嗱，譬如話遊行示威咁，我哋都會照申請嘅，甚至喺過程裏邊同警方傾點樣管理得好啲，咁大家可以揾到一個恰當嘅做法。咁一路嚟講，我哋就完全冇話即係擔心話違法嘅事。再加上我哋好簡單講，我哋動機希望推動社會進步啫嘛。咁政府有時佢掌握嘅民情未必咁通透，或者佢明白個民情亦都可能有啲落差。國安法就實施咗，而家都年幾啦嚇。咁國安法裏邊有一條咧，22條裏邊咧係有一個部分咧係特別講到關於顛覆國家政權嘅一啲罪行嘅。咁你從呢一方面新嘅國安法實施之後，你自己會唔會擔心話哦呢個新嘅國安法出嚟？會唔會對你嚟講影響咗你過往？本來你諗住某啲嘢某啲嘢，我哋可能會做到嘅，但係而家咧，我哋要擔心會唔會踩界啊，會唔會犯法啊？會唔會影響到咧？坦白講，國安法出咗嚟咧，我哋都內部都好多討論。我哋要揾多啲律師朋友啊，或者啲即係專業人士啊傾。咁都係因為新啊，咁大家都喺度摸索當中。咁你話喂，我哋有冇啲擔心咧？係睇埋係有嘅。咁但係都要一個時間咯，因為新嘅嘢，咁我哋去摸索。但係當然我哋唔會放棄嘅，即係我唔會自己俾我哋自己嘅框架。喂，有法例喎，你退十步啦咁樣。咁我哋覺得咁樣唔係香港嗰種特質嚟嘅。你話有國安法，但係同時間香港係言論自由啊、集會自由啊、新聞自由同樣有保證噶嘛。咁我冇理由依樣嘢就自己矮化呢啲空間噶嘛。咁所以慢慢咧，我哋就自己去覺得要開放啲。啊！唔好自己捆綁自己，再加上我哋都有試過同埋探討過嘅。譬如有啲行動真係我哋同警方傾，喂，你嘅法例依啲係點樣啊？咁佢俾我簡單好信息啫嘛。你嘅動機係最緊要。動機係最緊要，即係話喂，你都係想社會進步啫嘛。咁你喺社會進步，你採取集會、遊行、示威，法例係有呢個保障啊嘛。我舉簡單舉個例子，罷工有冇權啊？有權嘅喎。咁只要工會發動罷工，咁我哋咪罷工咯。法例容許我哋噶嘛，咁我就喺依一刻嚟講，唔會話，有國安法罷工激烈，於是乎驚跌咗落個淡，於是乎我哋不如唔好搞。我哋經過一個思考一個經驗之後，坦白講，依方面俾我哋嘅擔憂唔大，最主要咧，我哋盡我哋自己想為推動香港好。依種嘅行為，依種嘅表現，法例上賦予我哋嘅保障，咁我冇理由話，喂。呢、這個法例嚟咗之後，啲保障就完全失曬。呢個係自我想像啫，我就唔會咁諗。即係最緊要都係合法啦。你一路都強調做嗰啲咁嘅行為都要合法，同埋你最終頭先聽你咁講嗰個最終目的做，譬如你話遊行示威，我唔係為咗真係要推翻嗰個政權啊成咁樣，你只不過係話想爭取譬如多啲福利啊，俾啲社會各階層啊咁樣，即係從咁樣嘅角度，即係你唔會即係唔會太擔心。唔會擔心，因為嗱你。你譬如傾覆國家、傾覆個政府，你個動機個手段係大家會掌握到噶嘛？譬如話你，譬如你想話俾壓力政府，但你都好刻意或者係冇乜理由咁去做，甚至涉及暴力嘅，咁呢啲就即係社會都未容許啦。暴力呢個一個超咗界線啦。咁你到去到講到明確話要港獨，推翻某個政府，咁呢個就好明顯係顛覆啦。甚至有另外一個紅線就係、是、喂你去同外國，喂我借助力量。咁你知而家中美嘅角力，咁我會你不小心係被利用咗咧咁樣，咁呢啲位你自己反而就要小心咯。但係你話好單純為咗福利嘅、房屋嘅、青少年問題嘅、家庭問題嘅，或者近期嗰啲自殺啊、虐兒問題，我哋去表達意見，我轉得完全同國安個風馬謀不相及。咁於是乎，我喺法例賦予我嘅空間裏邊，我咪發揮咯。因為我冇一個動機，首先講話我要傾覆你，我令到政府不能運作，於是乎咧等你咧受到好大嘅威脅而不能
即係運作正常嘅運作，再加上我去外國拉攏啲咩咁，我冇呢一扎嘢嗰時候，我覺得我理直氣壯喎。阿迪咧就亦都係最近就當選咗立法會議員啦，新一屆嘅。喺選舉期間咧，就有好多評論啦，就係話誒而家誒參選嘅空間咧就越嚟越少噶啦。特別如果你係非建制派嘅話嘅參選空間好少嘅。咁阿迪可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因為你係唯一一個1:89嘅唔好數字啦，唔好數字嘅非建制嘅議員啦。你點樣睇頭先嗰個評論咧？嗱咁講今次選舉對我嚟講，我都仍然比我嚟講有空間啦。咁我哋都叫做同多少少同政府有啲對立面嘅，即係最低限度我哋唔係建制派，唔係話政府有乜，我哋比較多體諒佢，反而我哋多批判性嘅角度去講。咁我哋一個比較即係比較針對政府表現嘅人都可以參選，即係仍然我哋有空間啦。咁亦都好多謝即係市民支持，咁我哋當選添啦嚇。咁我睇翻環顧其他咧嚟講，各個區都有啲即係同政府比較對立啲嘅朋友有參與嘅，咁都係仍然存在空間。不過可惜就投票嗰個率低咧，變咗就呢啲朋友就贏到啫嘛。如果投票高翻啲，我覺得佢勝算都相當高。再加上我所理解咧，就係有啲傳統嘅民主黨派，即係以前被界定為反對派嘅朋友咧，其實中央又好或者親建制朋友都鼓勵佢出嚟參選嘅，不過佢自己決定就冇人去報名參選嘅。咁講開呢一個選舉策略咧，喺你推動你嘅政綱或者去宣傳嘅時候，《國安法》對你有冇影響咧？喺呢個宣傳期間或者呢、這、一個冇啊，因為我哋搞選舉咁多年，其實選舉嘅政綱好簡單啫，你一定係點樣建設香港啫嘛。我唔會第一句話反對共產黨、推翻特區政府，咁呢啲就冇必要啦。好簡單嚟講，亦都唔係為咗參選而提出嘅。我政綱有幾大重點嘅，第一就係爭取民主。咁基本法還明有雙普選噶嘛，咁我爭取民主完全喺基本法範圍之內，所以我唔擔心。第二樣嘢，我哋係爭取我哋社福嘅一種嘅改善，政府有啲長遠規劃改善而家社福界同工不同酬嘅現象啊咁。第三方面，我哋都強化即係社工嘅專業，呢啲完全係社會嘅益處嚟嘅。咁所以喺我哋嘅政綱嘅表達方面，我唔覺得我哋有任何嘅擔心。我哋真係完全冇將《國安法》呢三隻字咧，就擺咗喺我哋嘅思考過程裏邊。好啦，我哋選競選過程裏邊都喺個法律框架之下啫嘛。我哋就算喺電視辯論講得激烈少少，即係我當然就比較溫和啲啦。咁激烈少少，我哋啲黨友都完全冇問題啊。咁所以今次選舉裏邊，我哋就冇扣到《國安法》呢三個字嘅好大嘅考慮裏邊。我諗又係有個感覺啦，就係都係講翻頭先個意圖嗰個問題咧。你冇嚟喺個政綱度自己話我個目的係要嚟顛覆個政權，咁你咁去參選嘅話就犯法啦。就可能會有問題。但係都冇必要係咁樣。亦都冇必要。你搞選添。係啊，入唔到圍啦。第二點亦都有印象深刻嘅咧，就係頭先提到呢一個雙普選嘅問題。其實喺最近嘅呢個白皮書咧，中央政府亦都係講明呢個雙普選仍然係冇改變嘅嗰個目標。咁48條基本法的規定仍然是我們的目標來的，沒錯。所以迪都說仍然可以爭取，為什麼不可以呢？絕對要爭取，因為香港人有自己的訴求，就算很多北京的智囊官員都好，雙普選目標來的，不過時間和時序呢，這個不要緊，技術問題而已，調整循序漸進，我們要快一點，就希望爭取到，有些朋友說喂穩陣一點好一點，那有他不同意見，香港最珍貴就係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見，亦都有唔同意見裏邊，亦都可以希望揾到個共識，咁咪行落去咯。完全唔係一個我如同我即係《國安法》三個字有咩關係咧？睇唔到啊！所以喺呢個問題上，我哋冇乜特別擔憂。咁阿迪啊，你可唔可以用一啲例子同我哋講下過往你話用你哋嗰個手法同政府談判啊，或者？談判咗之後，你會用另類嘅一啲俾壓力政府去更改佢啲政策啊，嗰啲做法，而你係成功嘅咧，你有冇啲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嗱，我就依一屆嘅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就1月1日先至正式上任啊，咁所以即係啱啱開始啦。咁但係回想翻1991年，我就係立法局議員啦，咁都係扮一個民意嘅身份。我其實好多經驗咧，都話可以同政府可以傾得到嘅。譬如話當時我哋好關心嘅家長教育，咁我哋就爭取啦，表達意見啦。
咁當年嘅啊羅范照芬都打電話俾我，喂，咁呢個你哋要你要啲乜嘢啊？要點點啊？咁樣，咁我當時話你撥多啲錢俾家長教育啦。咁佢話你要幾多啊？我話5,000,000啦咁。啊，真係佢出個報告話5,000,000。我當時笨咗啦，應該講5億啊，開口做啊嘛。嗱，其實咁我坦坦白講咧，政府都想做好自己嘅。大家都不想話為同議員之間有種必然的衝突。咁大家傾得掂，大家覺得講到道理咧，依個係一個我覺得認為有個方法。但係當然有時咧，你聲音要大啲，因為政府兼顧嘢闊啊。咁有時你唔提下佢，或者你唔鬧下佢咧，佢可能忽略咗依樣嘢。咁所以我哋嘅角色就係監察政府，同埋咧係強而有力地表達民情。咁如果我哋道理在咧，我過往經驗嚟講係可以嘅。咁所以硬軟都要兼備去同政府。去交往，我覺得呢個就比較聰明啲嘅一個政治手法啦。非常多謝你今日阿迪嚟同我哋做呢一個嘉賓嚇。有冇飲？有。